国庆长假就要到了，你打算出去旅游还是在家里发呆呢？阿拉老早小辰光的国庆节，讲起来还是老想伊。喂，哎，石头哥，你都来的啦？你是猪啊，蠢成这样！阿拉帮子人不是讲好嘛，人民广场大屏幕下头碰头，十几个人啊，现在夹发夹发，只有四个人。哎，前头碰到帮绿洲的小姑娘，哪想吓爹啊？哎，我帮打只浪头，但前头夹发夹发，把人家给爆出来一缸。啥人来干啊？他子啊，金啊，十三妹跟周四四呀来我旁边的呀。石头哥，石头哥，不应该分我来啊，其他人进不进来了好呀？哎，不给。哎，侬要可过来了？哎，阿拉等了汤姆兄门口碰头好不啦？等那些男的是吧？不是讲好嘛，去上海工厂通宵嘛？你拿这个阿姑子里向领班呀？哎，不帮我讲了，又来分钟了啊！那些年陪你人民广场敲榔头、通宵 K 歌、网吧包夜的小伙伴们，他们都在哪儿呢？小亚娜，同你的 comrade， the time we spent together was so great， 想要。像回到老早，弄堂里有点吵，霞飞路的87号。